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继续来玩转这个超实用的神器意图脑图，也就是 MindMaster。 这家伙啊，简直就是功能界的全能王，知识整理、头脑风暴、会议记录、任务看板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能想到的，哎，他都能干，实属一个卷王本尊。我以前一直觉得做脑图是件头疼的事儿，尤其是那种结构清晰还好看的图啊，感觉比登天还难。直到遇见了意图脑图 MindMaster， 哎，简直啊就是像发现了新大陆，脑洞大开，效率起飞。更别提它还有一个超贴心的导图社区，里面啊藏着有100多万个模板，覆盖了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，随手一拿就能用。最近他还跟 DeepSeek 强强联手，强大算法助力下的 AI 生成效果啊，职场人士和学生党看了，哎，都得喊太香了，有没有？牛逼！尤其现在正值开工开学季啊，用它快速进入状态，效率直接拉满，真的不要太爽。前期视频我们聊过的内容啊，这次就不再啰嗦了，想复习的小伙伴可以去我的主页去翻一翻，包你有收获。好，我们废话少说啊，接下来就让我来带你们看看 DeepSeek 加思维导图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我还是继续用我的 Mac 版来演示。当然，意图脑图 MindMaster 是跨界的一个选手，几乎支持所有的平台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OK， 左上角我们点一下新建一个文件。今天聊 DeepSeek， 那么我们就以它为主角吧。这里我改一下，输入 DeepSeek 的核心技术逻辑，打开 AI 对话框，我们随手问一句，你来自哪里？没错，意图脑图现在内置了满血版的 DeepSeek， 不用跳来跳去，一个 app 内全搞定，舒服。接着让 AI 一键生成脑图，速度也是快得飞起，结构还梳理得头头是道。更牛的是，旁边随时待命的 AI 小助手能秒答你的任何疑问，哪里卡壳了，哎，马上帮你解惑，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呢。当然，要是觉得画面太素了，也可以加一点料，让它更加的生动。比如这里，我们让它来一张酷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图片吧。AI 刷刷几秒，哎，它就画好了，直接拖进脑图。我们右键 AI 图像处理一下。选择智能抠图，一键搞定。对了，全程都在脑图里操作，不用跑到别的 app 里面去折腾，这下图也就成型了。旁边还有一堆样式可以选，有风格、颜色，随便挑，懒人也能做出各种花样来。做完还能切换全屏演说模式，工作汇报用起来倍儿有面子。或者直接让 AI 一键转成 PPT， 它内置了220多个模板，20多种风格，从此我们告别 PPT 头痛症，效率直接起飞。更别提它还能导出音频和视频文件，点一下生成可听可看的内容。好，咱们来试试效果啊。以下播放内容是算法小讲堂思维导图，全文内容概要如下。这段文本主要是介绍算法小讲堂的一些基础课程和部分应用案例。非常好，质量非常在线，拿来分享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但这还不算完，意图脑图的看板模式也是好用的不得了，一键从导图转换成看板，分配任务，查看进度，不同的任务可以设置不同的颜色来做区分，包括设置各种优先级、计划完成时间和当前的完成进度，这样大家各司其责，一目了然。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，面对堆积成山的工作学习内容，找对工具就能轻松拿下。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如果觉得这视频有点东西，麻烦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顺手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